对法律学系有兴趣，大地海外升学会在2月11号星期六下午2点至4点举办免费英国法律学系讲座。活动邀请了现职英国国际律师行实习事务律师的 Mr. Gordon Jung 作为讲座嘉宾，分享英国律师真实的工作生活，还有英国律师行面试贴士。同场还有 University of Law 详细讲解法律学系升学出路，以及针对不同背景程度的学生有什么课程选择，包括最快两年毕业的 LLB Law 学位课程，等学生早日达成做律师的梦想。即刻揿入影片描述登记啦！